个部分哈、哦，我会用那个。不管。我这次在台南的。应该是还可以，还可以。这样录音可以吗？应该是可以。如果有需要，这样录。就是，哎，第二部分是在台南的一些比较，很有特色的这个生态的指标性物种，这样。好，那我们来进行一下。啊，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把4月12号的那一天的活动的流程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你像4月12号我们要去布道，对不对？嗯。所以，等一下同学说了，我们再来做4月12号布道。好啊，这前面我们就先来上课。好，那如果大家还有对我有点印象的话。我是庄木县，然后毕业于成大生物系生物所研究所，啊，然后我毕业没多久，那个所就改名了，那个系就改了，叫生科系，所以我现在找不到那个生物系的人，啊，如果学弟妹啊，啊，然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就是被当这样。那我住，这是我们同个大社团里面不同社团的这个社员，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往外跑。然后大三的时候，对那个平埔族的文化非常的热情，然后我就几乎不在教室里面，都在外面骑摩托车到处找那个平埔族的公蟹啊。大一大家对于住民的部分很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在跑那个屏东的部落，都没有在认真读书。然后大三的时候又遇到那一年在反对滨南工业区，啊，那个年轻的伙伴可能不晓得，曾经台湾在1985年、1986年的时候，七股溪的北边那边要盖一个叫滨南工业区，不是卖滨南的，我没有念错吗？滨南。南边的南边，你是怕移交脏话吗？会啊，我蛮在意。不过它就是大炼钢厂跟那个叶联集团，就是现在一大世界那个东，还有一个东地市的炼油厂，它跟炼钢厂，炼钢就是叶联集团。啊，后来东地市集团那个陈友好就没有就搞不下去，就跑到大陆继续当土豪这样，然后就。反正就把污染留在台湾去。他说，这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满腔热血，然后就投入另外一个社团，叫做台湾湿地保护联盟。然后现在还是这个社团的理事长这样。啊，然后这个湿地保护联盟，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投入这个环境运动啊，现在讲环境运动。但是我们那时候环境运动比较特别一点，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也是现在社大界的前辈，他在文山社大当校长，啊，叫做秀娟啊，秀娟老师啊，秀娟他后面玩那一帮记啊，玩大记啊，他那时候当秘书长，啊，我是小喽啰嘛，我是大三的学生，我去当志工嘛，啊，他们那时候就想很多这个环境运动的策略，啊，你看现在运动，社会运动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就是大部分都是怎样，把布条抗议啊，在那个凯达格兰大道上啊。要不然就冲进立法院啦、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玩的，我们那时候组织学生工作队进入七股，哎，这很特别哈、哦。啊，这个经验让我发现啊，其实你要去做一件你觉得正义的事情，你觉得对的事情，可是跟可能主流社会或是这个经济的挂帅的这个思维有冲突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路朵香。因为我们当进入七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事情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子。当地为什么会支持？因为他们需要钱。当地为什么反对？因为他们需要钱。一样，都是需要生活，然后讲钱太不值当，就叫需要生活。那如果你可以让更多人透过这个系股能够活下去，他们也不见得一定要工业区。可是那时候政府跟很多单位都没有人告诉他，那。不把土地卖掉，不把这个主产卖掉，不把这个海填起来，你能赚什么钱？那时候只有一种声音告诉你，这就是会赚钱的唯一的道路。可是他们也知道会有污染，所以那时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
去抗争，我们是去带着当地的渔民大哥大姐，哦，他们开脚法，然后我们当解说员，啊，而我们很会，就是这些东西有的没的，我们都会讲，一定会回去啊，水里游过去的，大家知道是谁啊？但是讲起来人家就爱听，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对我来讲，他不就是一个生物嘛，哈，哎，有人想听哎，还有人愿意付钱哎，哦，好，那就一起合作。那时候我们是当偷渡客，就是大家如果现在七股的观海楼，观海楼啊，那边有很高的堤防，海堤很高了，就是盖好了。哎，啊，反正我们就游览车啊，从全台湾各处来的游客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带游客爬过堤防。那这之前我们的那个船家大哥哈，老大就是从里面那个龙山村啊或哪里嘛，就开着那个礁筏，啊，礁筏上面还有一白板凳而已哦，哎，白板凳。那他们要通过海巡的干哨，啊，才能够到七股里面作业嘛。那他们都是谎报，啊，就说哎我要去作业，事实上他是在不是在努力，是在克服。所以就是在那时候台湾还没有相关的这个礁筏的法规的时候，我们就当偷渡客，原来是在国境之外的嘛。过了海巡干哨，我们在国境之外了，我们当偷渡客，我就这样带七股，然后去那个黄子佼沙洲啊，这样就这样。我就这样子度过我的大学生活，然后考研究所的时候才发现，哇，糟糕，考不上台大，考不上师大，留在成大好了。那还有一个老师收留我，因为我的指导老师叫侯平均侯老师，我到现在已经去天堂了，很可惜。那侯老师的专长是研究青蛙的，所以那时候本来很想研究其他的动物，比如说基本的水獭，我对哺乳动物很有兴趣，我就跟老师讲我要做水獭，啊，我们老师很 nice， 他就点击那温良恭谦让人说的，他说你先研究看看啊，你先评估看看。后来甚至哇，他就金门的机票啊什么，老师应该行，常住在那边应该是活不下去了，不好意思我要休课啊，啊我是不会要赚钱，我是要打工要干嘛？老师算了算了，然后就留下，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学青蛙也不错啦，学台湾也不过那时候才大概30种嘛，现在36种，哎，看起来蛮简单的嘛，哦，结果才发现说也不简单，因为青蛙晚上它不叫你也找不到，它白天其实它躲起来你也找不到，啊，所以你要怎样，你就会听声音，所以我就开始这样慢慢跑，慢慢爬，就听声音，跟着学校解到处做调查。那我的实验那时候最后决定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就是台湾一种特有种的树蛙叫莫氏树蛙，啊，它莫氏树蛙它会叫，对，当然对，但它叫的时间很特别，而且这种青蛙它会分布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都有，就到阿里山也有，阿里山已经2000多了，到低海拔的我们的这个像台南的这些丘陵地啊，大概400-500公尺左右它也会叫。它的叫声就是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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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记哈？因为它很冷嘛，所以它会呱呱呱。台语就是呱，你在听到台语嘛？台语的冷就是呱。那阿里山跟低海拔的青蛙，海拔差了快2000公尺啊，它们叫声会不一样。如果是你，请问你有想这种题目吗？可能很难对。啊，我就想这个题目，它就折磨死我了，因为我的。冬天啊，我必须去南仁山，因为在低海拔它是冬天叫。夏天我就要住在阿里山，因为在高海拔它是夏天叫。那我就夏天住在阿里山，现在叫乡林国中，现在变乡林国小了嘛。然后他们就给我一间空教室，不是空教，就是简单的杂物堆了嘛，就是没有那就杂物堆了。那我就住在里面，然后晚上就跑到前面。拿那时候的录音机，不像现在数位录音机，一个电池一个记忆卡，撑好几天了。我们是卡带，啊，这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同学。哎，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卡带呢，哦，但是现在在服务店才看得到。啊，那时候卡带如果还有记忆的话，你们知道一面的卡带最多可以录多少声音？45分钟吧。啊，45分钟差不多。啊，我那时候买到比较特别的尺寸，它一面可以录60分钟。两面可以录120，甚至压缩录音录慢一点的。嗯，也不是，它就是那个什么长度比较长，有这种特殊规格。哎，真的是为了研究。那同
学我要知道他每天晚上什么时候开始叫，叫了几次，然后到什么时候不叫，我是要一个小时起来换一面。所以我能睡吗？这那就不用睡了，然后就干脆住在姐妹团里面的那个凉亭。就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都住阿里山嘛，阿里山我不能每天都自己煮泡面嘛，吃腻啊，我就去商店街吃。那吃的比较熟，那个大哥就跟我说：“哎，校友，我常常看到你。”对啊，我在做研究，跟他聊。我说：“哦，你要注意一下。”他都晚上都哎，这个一般的业者都是斜杠人生，他们就在兼小吃店，然后兼导游，然后带人家看日出。所以他就是说，在带游客去他家看日出，都要三点出门，然后他就看到一个黑影，就在那个阿里山公路95K 的地方，然后大概就那时候会出现这样子。我说啊，但是我因为我有另外一样去带95K， 我有时候会在这个姐妹俩录音，先把95K 去。啊，隔一年换我学弟。就继续做末世出发的研究，他是做声音的，不过他是研究功德怎么去叫啊，怎么竞争这样子啊。然后他在上山之后，那个老板就说：“哎，那黑影变胖了一点，因为我学历比我好一点。就这样度过了研究生。然后离开的学校当兵，当完还没当兵完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事情，就在麻豆有一个总业务中心。现在大家去那边经营的非常漂亮，很漂亮。然后就，我还没有退伍啊，就我在大内那边当兵，然后要睡觉之前，我都会去麻豆吃饭啊，跟写话。他就在那个总业务中心就看中国书画，有一种情况叫中国书，他蛮惬意的。然后大概6:30就进军营，7:00归队了。有一天，大概在1月份，就看到怎么那个旧的糖厂的那个轨道啊，仓库就被拆了，然后贴一个什么停车场的，我就很急啊，因为以前都在我在那边抓来抓去找做的书画的地方，现在怎么拆掉了？然后就很焦虑，想该怎么办？后来没几天那个报纸就出现说，当地的文史团体跟他县政府要去跟台抢救那个古迹啊，我说啊是个机会，然后就趁我一次休假就跑到都去找那些报纸上写的那些人物。我也不想再问到那几个地方的那个高中职老师啊，他们串联起来要去抢救这个文化文史啊，然后去抢救那几栋古迹建筑。我跟他讲，我们除了抢救古迹建筑，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叫侏罗树蛙哦，那台湾特有种啊，只有云林嘉义有啊，没想到说麻豆也有啊，这很珍贵的。然后我就开始又自己挖坑的资料，还有做这个事情。反正 这就是我的人生历程，就是看起来是生态人，但是一直都在做生态的命运的事情，比较不学无术啦，不无学术啦，都没有很认真在做学术研究，但是就是至少我们就是一直在做这种推动。那也差不多那时候就认识了刚刚设立的台南社大。台南社大，那时候刚刚设立，那时候有一些老师就找我说，要不要开环境课程？我就跑来开，那满腔热血，带着大家去南营伞蛙去，而且我的名字当时就想到了蛙去，因为那个英文蛙去就是观察的意思，而且很自以为了不起的用了这个蛙去的名字，结果来上课的第一天就4个同学，真的心灰意冷。然后讲就好，我还是要出去观察嘛。到了观察那天，真的来了快30个。我说你通报了，对就是我发现说大家都很爱往外跑，而且那时候没有在带那个生态观察，那时候荒野还没有出现，或者荒野在台南还没有热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带，就第一个学期这样子，觉得啊应该可能有机会的。第二学期再开的时候就开不成了。就是报名人数太少，阿社大也跟我讲说，如果再支持老师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那我就变成一些讲座或什么的。好，总之这个也是我在跟社大的关系啊。那没想到他现在还在跟社大合作。
啊，因为这个社大是很特别的社大，因为他们对社会很环境很有责任心。好，那讲这些故事呢，就让大家记得啊、哦，我的背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刚刚讲的故事有让你印象深刻的部分，你就比较容易记得我是谁。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步道探索，基地与环境。那这个题目有点大，所以我想跟大家先聊聊这个大题目：生物圈跟生态系统。我先问一下大家对于生态的这两个字会想到什么？生态，想到生态会想到什么？通常这时候不会回答是正常，啊，比较会这么久，是正常。所以我们就要来一个那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我们现在是25号，对，第二排第五个，第二排没有五个，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算，25，这样7好了，1、2、3、4、5、6，七，后面那位大概是那位下面同学，对，就是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对，就是你，对，就是你，对，后面那位粉红色衣服的，1、2、3、4、5、6、7，好，那你是正哪一边？你要上这边还是这边？中间。上这边。对。什么叫生态？讲到生态，你就想要生态啦，生态，你会想要？生态应该生是生物吧？生物。那态应该是那个种类还是什么？对。所以生态现在大家讲生态嘛，所以是生物的种类的这个词。好 ，OK， 谢谢。那你给我一个数字，1到5就好了。嗯。刚刚七太多，1、2、3、4、5，挑一个。一。一嘛，那就是前面那位戴口罩的同学。生态就是一个环境的，植物跟一些物种。植物跟一些物种，就是还是有生物，但是你把它分开，有植物跟其他生物，啊，还有一个环境，然后你把三个元素说出来，明白？还再给我一个数字，1、2、3、4、5，挑一个就好。四。四啊，1、2、3、4。啊，是助教啊，他跳过来，第一位啊。我好像在电视有看到你讲那个植物，对不对？好，什么叫生态？因为有这种题，生态是什么？生物的环境。生物的环境，就生物住的那个环境。生物在的那个环境，生物跟环境，生物跟环境，好，所以是生物加环境。好，好，那再给我个数字，1、2、3、4，漂亮，1、2、3，那就这位绿白组的同学，生态，什么是生态？生态就是有那个食物链的概念、啊、食物链哦，就把关系也讲出来。嗯，哎，就可能有些是底层，有些是中低消费，有些高低消费。你国中生物学有教？你这国中生物有教啊？还好吧。啊，所以还有没有？食物链的关系。啊。没有。然后可能会相互影响。可能会相互生态系息息相关，就像整个地球的这个生态系啊，那个大陆有状况的，其他整个其他也会跟着受影响啊。不要说大陆是不是跟我没关系，一样都有关系、啊。是。哦，会互相影响。那最后一个，再给我个好，1、2、3、4、5，一个数字。6。一起评价。哇，三，好，我给他3、4、5哦。三。1、2、3，那位黑色的外套戴口罩的。生态就是很多动植物。一个环境。有多少？有，大概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种，就很多很多。啊，你讲那个已经到另外一个概念，叫生物多样性，也是生态的一部分。是大家各位讲的，其实生态学都管。那有没有生态这个字的英文？我想在座大家都看起来冰雪聪明。这个生态有没有英文？怎么讲？Ecology 是生态学啊。啊，生态没有啊，你查英文真的没有生态这个字。你不能说我 ECO 那个字首叫生态，不是哦。生态有没有英文？没有。那我们台湾跟我们讲那么开心，
到处都讲生态工法，然后讲什么，你很奇怪。再仔细想想，大英文里面只有 nature 自然，有 environment 有环境，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的名词，但是就是没有我们讲的生态。但是它可以统称生态的字词，也可以包含很多啦。所以我们中文有中文的造诣跟文化，好，那不能直接对等啦。但是有很多是解释是可以相同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说，其实很多在台湾用生态、生态什么的哦，或是有人说生态很丰富，你要把它翻译成英文怎么办？这是英文，我们如果用生态学，就有 richness， 有 abundance， 就是有物种很多，跟物种的数量，有种类数很多很多很多种，跟有很多很多枝这样子，很多很多科这样子。它也没有直接就是生态很丰富了，啊，不然就是比较轻一点叫 beauty nature， nature natural beauty 或什么的，就是很丰富很漂亮。可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影响？生态这两个字在中文因为太浓缩了，所以很容易各自解读，也因为它的面向太广，所以我们如果只讲生态就会变成是工程人员想一套，而且动物的想一套，学植物的想一套，然后或者不用学，就是喜欢植物的想一套，喜欢动物的想一套，喜欢跟工程有关的想一套，啊，喜欢在山里面的想一套，喜欢在海里面的想一套，喜欢在河里面的想一套。但是大家都用两个字而已，叫做生态。啊，所以在台湾会有一点点小麻烦，就是你说生态是哪一类？啊，用英文就会分很多很多类。在台湾，在台湾中文字啊，其实台湾像大陆也一样，它也是用很简化，就是比较中文简化的字典去解释，就大千世界。但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优势啊，对，我们根本用那么多名词，我们一个词搞定。但是缺点就是不够科学，分类比较模糊。好，来，那在不好意思，我网络上找到一个比较大陆版的图了。啊，这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层次的概念哦。大家知道，我们会从分子，然后原子，然后组成这个细胞，然后组织、器官、个体，到这个叫一般我们生物学在读的嘛，普通生物学在读的嘛。啊，国一的，啊，这种其实会考会考，或者没有几分，所以大家都不忘记。到这边大部分是生物学在学的啊。那这以上的话，一群的动物叫做族群，那很多不同种的生物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群居生态，群居生态学。那再加上环境的话呢，就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地球范围内有生物的地方，就叫做生物圈。所以这几个名词来讲，所以其实这是大小啊，基础应该是基因或是细胞运作，可是我们就尺度的大小的话，生态系统是最大的尺度，再来的话是群聚生态，再来族群生态啊，族群生态讲的是同一个物种它的组成的一些变化啊，所以研究登革热的病媒蚊算是族群生态学。研究你肠胃道的某种菌虫啊，下一个啊，某种菌虫算是族群生态学啊。研究一只猫熊活得很好，怎么样吃它的呢？长得大，这个叫做个体生物学。啊，也就它在外面，它要怎么过日子，那叫个体生态学啊。所以，我刚刚特别透过我们刚刚的名词解释，让大家知道，其实现在我们讲的生态是很。在学术上很多的分类啊，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这个意义啊，好，所以有不同的角度切入的话呢，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我那时候了解不同海拔的青蛙，它的鸣叫的声音或者鸣叫的表现或者不一样，就会涉及到它的另外一个层次，叫做生理的部分，生理的部分啊，它怎么它对这个温度怎么适应。它对这个这个叫能量的表现会影响到它的声音。可是如果是做大尺度的生态学，像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生态学，它可能用卫星
来做动物分布啦，或者怎样的一种研究，他不会管那一只牛、那只马、那一只猫、熊、那只黑皮皮鹿，它要在什么样环境下才能够生存。所以我的训练会比较从生物学到生态学，我比较不是从现在就是比较大尺度的什么生态学就开始下去，那个时候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是，这个就是解释生态学，这样吗？那我待会会跟大家解释的是一个叫niche 的概念，大家有听过这个概念吗 ？niche。有一些人是同业啊，同行啊，或者是相关生物背景也在点头。但是 niche 这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人生也差不多是这个一概念。其实生态世界跟人生是一样的。同朱姐，我这样跑过去有办法录音？可以。他因为我比较站不住一个地方，然后如果会热，我们就开一下空那个电风扇啊，会吗？会热吗？那是因为我走来去认识的。这个 niche 它在自然界里面呢，我们就这样讲啊，每种生物都有它适应的这个环境的区间。但是有些比较大，有些比较小。再举个例子，我刚刚研究了青蛙的莫氏树蛙的碳内中海拔，南仁山碳内海拔才200公尺，一直到阿里山2000公尺。可是台湾很多的树蛙其实只能在100公尺以下，像我在研究的另外一种青蛙叫做侏罗树蛙，它海拔其实只有在150公尺以下的山，超过150它就不会去了，它怕冷吧？我在想，这叫区间啊。大家有知道一种可以吃的鱼，它叫做南极鳕鱼，有人叫它鹰鱼啊。因为它在南极海域嘛，然后在那个自助餐店吃到饱那一种，有偶尔会看到一条一条的，它叫南极冰鱼或者是南极鳕鱼。大家知道它离开南极的水之后，它就冷死还是热死？它就结冰了，对不对？可是它是热死，因为它体内只能够恒温在0度到-2度的那个水环境，但是因为它水的海水比较高，所以它没有那么快结冰。它上来只要气温高于2度，它就热死，它是热死的。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生物的时候，其实我会比较从它的适应的区间来。那有一些耐受度高，有一些耐受度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实验室我的老师，他大部分从生理的角度去探讨生态。那在台湾比较少人做这种事情。很可惜，可是这个就会让我去看世界生态世界的时候，我会用这个niche的观点去看，但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比如说一个海域有深有浅嘛，就会发现啊，这个世界就会演化出不同形态的嘴巴的鸟，像在比较浅的海域有比较短的脚，嘴巴短的鸟，在比较深的水域呢，会有比较长的脚，嘴巴也比较长的鸟。因为这一个空间，它如果有人去，大家都一样的长的脚，一样长的嘴巴，那我们是不是就会一直竞争同一个水域？可是如果我有不同的形态的差异，我就可以怎样利用不同环境？那有一些是同一个种类，它就有很多的差异。比如说我们肤色，你看有的白，有的黑，那个色彩的差异很大，对不对？可是也很少看到有同一种鸟，它的颜色差不多的。你有看过北部的麻雀跟南部的麻雀有比较黑比较白的？你有看过在原住民部落的麻雀跟我们平地的麻雀有黑跟白的差别？也没有。那是整个肤色，人类肤色很特别嘛。那另外还有像这个是，有些可能是在这种环境里，有些可能是在这种不同形态的生物，它就有不同的选择。那不代表所以不代表说我们同样一个环境，它就会永远都是这样的组成，对不对？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植被，是不是又来了一群鸟？对不对？来吃不同植物的种子的昆虫或鸟就会改变。所以大家先有这个观念啊，niche的观念啊，不然说我这个有点插播了。好，讲到这边，大家开始累了吗？有没有想讲一讲生态学？好，那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叫
CEO 嘛，很个人啊，很自我啊。这时候你画的那个生物跟你的关系就是金字塔嘛，底下就是这个各种各种的生物这样，人类是生物的组成啊。这个其实比较是从西方的科学的角度，跟着西方的信仰的角度切入了啊，这个跟上帝造人跟创世纪有关。大家有没有这个基督徒？创世纪第几天上帝造人？第六天，而且第七天他要休息，他累了，对。啊，第五天就是第六天造人之前，他在做什么？山川岁月和还有什么？山川，然后海洋、老平原、果树。他还被无聊，他就捏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就变动物了，对不对？啊，最后才，这是西方的信仰里面来的，这种科学观就会比较属于人类是这个万物的主宰这样的角度。可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其实大家都是物种，人这种物种，在科学上的名词叫做 Homo sapien，Homo 是个人属里面的 sapien 这个聪明的。啊，我们跟那个化石里面那个克罗马龙人，我们的剑门纲目科属种属都是一样属的 Homo， 然后他们是另外一种属种名而已，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啊，只是大家长得不一样。那这个物种比较特别，就脑袋多了大了一点，啊，脑细胞比较厉害，可是我们这个生物能力没有比较强哦，比如你游泳一定游出海豚。对不对？你爬树猴子，对不对？每个朋友讲会飞，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蝙蝠一样会飞。我刚刚举了三个物种，都跟我们有血缘关系，都叫哺乳动物，这样子好。所以人哦，其实没有那么厉害的，只是我们脑袋大一点。然后还有一个，你注意，你看这个手指头啊，人之所以能创造出大脑这样一个重要的，就是肢体之后他的手的演化。你告诉我哪个物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应该没有困难，大家试看看，来，大拇指对接你其他四指，做得到吗？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比其他动物聪明，然后我们可以创造，然后我们就改变这个地球，然后就变成地球其他动物最讨厌的一种动物，就是如果没有人，应该这个地球会活得更加好，只会开玩笑。好，所以好了，我现在讲说我们的角度，我们现在大部分比较倾向生态学的观点啊，就是我们其实是物种，人只是地球上这个众多物种其中一种，对不对？而不是主宰。可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可能还是 EGO 的想法，而不是 ECO 的想法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生态学拆解啊 ，ECO 其实是希腊语里面住所栖地的意思，然后LGO 是代表研究这个的学问，所以生态学可以说就是研究所有的生物在环境里面的这个，就这个住所的环境里面的科学，对不对？它要住在哪里？它要有多大的族群量？太多就会这个资源不够哈，太少就会啊。很容易就族群就不见了，好，所以这个像还有它在哪里啊，吃什么，这些都是生态学。那 ECO 的字首加个 NOMIC， 就是管理家庭的，就叫做经济学。所以为什么经济学跟生态学都一样是 ECO 的字首？好，因为都表示家里面的事情。你研究家里面的学问就代表生态学，你研究家里面的管理方式就叫做经济学。所以生态学就是说理论跟经济学很像，经济学其实有些模式跟生态学是一样的。比如说在商场上，我们看到很多指数的变化，坦白说，那个在生态学都有类似的模式。你的同一个行业多了，你的竞争多了，你的获利就会减少。这个跟我们在森林里面有一群鸟，它的竞争者多了，它的食物就会减少，一样的道理是吗？只是它把果实变成金钱，
所以生态学跟生物学跟经济学其实是很多模式是相同的，大家可以这样想。好，好，这个人叫海克尔，他最早提出，他是德国人，他最早用 ecology 来用来讲这个科学，反正就是谈环境生物之间的交互关系，所以我喜欢用另外角度去解释生态学，它其实是讲关系的。那我们在东方的顺口溜里面，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个有句话叫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嘛，啊，没关系就找关系，积极一点要找关系，生活会这样吗？生态世界就是这样啊。其实，但是我没有用很道德或什么样的角度去人类角度去看这件事。其实生物它就是要活下去，它一定要有关系，对不对？啊，没有关系就要去找关系。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产生关系，啊，就是关系是指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都没有办法发生事情，就活不下去了。这个世界就不叫做生态的世界，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好。我们先看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存在有没有价值？有，你看这张图，它上面有一个鸟住，那有些是吃果子的，或是吃虫子的，它来这边吃，但是也有猛禽啊，它可能吃这些植食性，就是吃果子的鸟，或是吃昆虫，对不对？它是吃鸟的啊。那下面除了还有什么呢？哦，还有微生物，还有一些节肢动物，还有蚯蚓，那还有真菌。那这里面可能还有松鼠或什么，所以一棵树它就是一个生态系，对不对？然后里面它就有很多很多的生物在里面。好，那这个是雨林的底层，比刚刚那个还要复杂一点，对不对？然后这里面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好，那这个如果要真的认真去 check 一下它有多少生物，哇，整个环境，大家可以看，哦，那很复杂。但是各位，你知道它这边的那个多样性很高，对不对？可是当你到雨林去的时候，你还真的不会每次看到这么多生物啊。它其实多样性很高，可是每个物种都不会太多，除了昆虫之外，但大部分都是少少的几只。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种，像我们如果有机会到我们的新化林场啊，我们开始教你认鸟的时候啊，我们有看到白头翁，有冠羽帽鸣，有什么？大概一天下来，还是看到它大概十种左右。可是热带雨林，如果你们有机会到雨林去，玩得很精彩。我们曾经全家在沙巴的雨林里面，真的是超过我看过。当然也是同样的调查观察啊，我们光在一个小时内就会观察到大概三十种的鸟类，那完全都是在旁边。当然，好的，就是跟我们在台湾可能一个小时，像低海拔在我们新化的蚯蚓，大概了不起看了十几种就很了不起。那台湾常常会讲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很高，对不对？生物多样性很高，对不对？各位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种鸟类在台湾？有记录的，哪怕来一只那叫迷鸟，迷路跑来的，猜一看有几种在台湾？猜一下。刚知道嘛，对不对？那你给我一个哈，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觉得是什么？不要随便猜，猜中我就立马再做。三十种，好，我再把那个题目讲清楚一点。全台湾，全台湾，这样多了吗？有高山，有海洋，120种。好，你再给我一个数字，一二三四五这样。五啊，哎，我再倒回来，一二三四五啊，就是什么？其实我号码是乱的来的，然后是这样背。234。234。大家不要再加。来，现在有个号码，也是一样，一二三四五的。四。四啊，哎，倒回来，一二三四，各位，234，你乱讲了吗？一千。太多了，太多了。最后再看有没有要赌对了，有没有再有一个号？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对不对？随便一个数字。五。五啊，一二三四五。好，各位，我不是你啊。300。300，你是故意假装不知道吗？
好了，其实我们台湾有记录的鸟种大概有将近600种。如果你去买比较新的那个鸟类图鉴啊，或是买中研院有一个叫刘小如教授他出的3本哦，台湾鸟类志，那边每一本都跟枕头一样，真的台湾鸟类志有3本，他每一本都跟枕头一样，所以你有3个枕头，所以他会绕枕，所以非必要不用去买啊，不用去收集，除非像我这种对这种自然科学有兴趣，我再去收集。大概600种常住的鸟种，大概将近300到400种这样子。好、哦，可是像我们有一个之前有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在中美洲叫哥斯达黎加，对，他跟台湾，他跟就是热带的这个国家，大家看看他有多少种鸟种。不多，大概就两条就2倍。好，那其实像那种雨林，或者我去沙巴，他们在马来西亚也没有多少种，大概就将近1000种而已啊。好，就是吓死我们的多了，这雨林里面都很多。那我们讲说我们的，所以我们讲说生物多样性高是哪来的勇气啊？台湾讲生物多样性高是哪来的勇气？是哪来的勇气？我们除以面积的话是那个。因为面积小嘛，我们数值分母，各分子这样一除，我们的比值稍微可以赢过人家一点点的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特有种，我们常常讲特有种比例高达台湾物种的1/3。特有种是什么意思呢？像我两个留守啊，出去不怕被打，或者我们贵州或者是浙大的留守出去就跟人家抗争，就出去跟人家。这个为了环境去看，有种特别有种，知道吗？啊，不是啊，特有种是在台湾才有，除了台湾以外就看不到的，这样叫特有种。啊，其实我们说比例大概1/3，对不对？其实但是在于很多都是，甚至那个岛才有啊。我们台湾特有种也比例也没有特别高，但是一样还是讲比例，那至少就是还算前面比较还不错的。那、啊、你说我们鸟有比较多没有啊？植物有没有比较多？哦，植物种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的说法，说我们台湾的特有种植物特别的多，对不对？然后我们台湾很植物很精彩，对不对？真的很精彩，台湾的原生植物大概4000多种，不错了啦。各位，刚恒春半岛就凤凰溪以南啊，凤凰山溪以南就1000种，在恒春半岛。可是你随便去一个雨林里面，人家不到台湾半个大就。3000种，啊，两个台湾大，一个台湾大的就超过将近10000种，所以我是觉得台湾不用太去跟人家比呀、啊，因为你跟他比，啊，难得看一眼，你干嘛一定跟他比高、啊？但是我们就是有特色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生态环境绝对是有特色的。比如说我刚刚讲，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从第二海拔到，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你到国外去玩？你要从台北到山上，2000公尺山上，大概多久？到大陆有差，大陆可能还好，因为它有山。可是你要从山到海，这样很短的时间。你在一些大型的国家应该遇不到。你在美国能开5个小时全部在沙漠吧？啊，再开5个小时可能全部都在山里面。他们要去做这种研究，或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有这个。海拔差别并不容易啊，可是我们台湾可以，你早上可能在七股干那边比如2个小时之后，你到阿里山啊，两个开太快了，不要开太快，我们开3个小时到4个小时，好吧，就可以到阿里山找地质了，这就是台湾的特色，好、哦、小但是很多，就是多样，但我们不是全世界最多，我们不要讲这种，但是我们的确是有自己的丰富性跟特殊性。啊，这个是雨林哈、哦，那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很多树也有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哈、哦。那再来还有这个是像森林也有分层次，啊，雨林的层次分得更多哈、哦。那在我们到时候到新化区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我们属于台南的低地森林啊，有没有分层次？有没有分层次？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分层次啊？可能是我们可不可以种一样的树，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看。什么花我们就做那样的花好不好？比如说前一阵子黄花风铃木，很热门，那我们就做一堆，好吧？落雨说很漂亮，你就给它种一堆，好吧？
樱花好像有一对，树大变色林，真的它很壮观的美感是这样。但是在生态上你会发现，如果只有一层，那它大概只有那一层的生物可以有。可是自然界通常不会那么吝啬啦，在空间上不会只有给你一层的，除非是土壤比较贫瘠的环境，那真的也没办法，那你就只有草生地或是灌丛，那当然就分什么层。但是如果通常可以成林的那一种生态系统，通常不会只有一层。你至少到森林里面，你会看到有两层，一层是低地的，那个叫什么蕨类啊，或是一些耐阴植物就在地下，再来就是那一棵树。还有一层我们通常比较少看到，叫做树冠层。树冠层你要去研究，通常要跑到树上，我们通常也不会没事跑树上。不过雨林的研究才发现说，原来在 canopy 的树冠上面还有一层。那在生态学家终于有机会爬上树的时候，才发现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啊。因为在很多雨林研究就发现说，他怎么没事才看到一只猴子，然后可能研究的一年里面可能看不到十只，爬上树才发现没事，他就在树上了。树上是另外一个地区的世界，但是台湾在做树冠研究的，其实不多了。我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台湾有很努力想要去连接很多生态学知识，所以很多的长期生态研究站，那也设了一些树冠研究的这个基地，但是后来就大部分都终止，很可惜。那大部分我们都从下面看上去，大概就看到这里了。那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森林可以分低。大概有最底下那一层，中间还有一些耐阴一点的树，不是只有灌或者是蕨类，它可以在树，然后再一层层，所以有不同的层次啊，它只有可以创造出更多样的生物的利用，所以动物在依附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它才会更多样。如果我们只有种一样，那就会变成是只有那一样的会利用那一种植物的其他动物来。或昆虫或鸟或是其他的部分，所以多样性的复层植栽有限工程在讲，这就是一般我们在做景观设计的时候叫复层植栽，其他的原理就来自于森林的观察，因为大自然的森林它就是复层的，复就是重复的复，复层植栽一层一层，看一下，我怕我这个画架子一开啊，很像在上课，这样就越讲越多。那森林里面也有一些土壤的系统，好像有一些是住在土里面的动物，像这个有兔子啊，有什么的哈。那其实它也有很多的，像这种是有机质。那森林的土壤其实就是一个固态很棒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们把森林给砍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就会开始接触到阳光，还有很多的雨水，它可能会被溶解出来，它也有可能透过一些风化，然后。这个碳也会流出来，那种变成二氧化碳，那就会很麻烦。那森林它其实一直都在，但被树盖下的那一层，它是我们全世界很大的一个碳汇的库。所以你去扰动它的时候，这个碳就会跟着跑出来，不是就树不见。那另外，其实森林的系统里面呢，我们有看不见的那个生态系，就是土壤那一层。土壤不健康，其实有些时候你觉得再种你也种不活。那植物也种不好，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不是说一定要去开发之后找个地方来复原，或是为什么，或者说常常这种叫做一地的复原，为什么不容易成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我们还没有解开黑盒子，我不知道那些根系需要怎么样的土壤的生物才有办法支持和利用。可是就像刚刚讲的树冠那一层啊。是科学家发现一个新世界，他开始在研究土壤也是一个新世界，因为以前叫土壤不容易，现在有一些分子生物技术，他可以去用一些 DNA 去抓出里面有些菌的 DNA， 他就发现说这一块实在是非常的复杂，甚至我们实验室后来有学弟妹开始研究那个叫螨啊，就节肢动物，但是不要误会它是会咬的那种，光。那些螨线虫，就很复杂。但是我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低估了土壤生态系统复杂性。所以太多的这个生态的系统，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哪怕是你，就算常常看到它的那一片树，
其实它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其实不知道，那有没有人在研究？我常常也用这样的例子举给很多同朋友听。你想想看哦，一个医学院，我们成大医学院有多少分科？有多少分科？很多科啊，脑、还有外科、内科，对，胸腔的外科、内科，一颗心脏，还有心脏外科、心脏内科，对不对？啊，什么刀也有啊，你不懂泌尿系统也有啊，骨科的也有，对不对？还有整形的也有，生产的也有。哎，请问你，大自然那么复杂，它有多少医生？它有分几科？现在差不多叫读选读生科、中生科科嘛，对不对？就是我那时候我的生物系后来变成生科系嘛，然后大家选填志愿那个什么招生的一些杂志都会很客气的说，嗯，读生科好像还不错啦，但都告诉你可以去当制药的啦、生物科技的啦，这样都没有告诉你要读生态，这就是我现在的困境了。大部分啊，你看台湾的老师，你要真的把这些各大专院校有教生态老师凑一凑，凑成一桌啊，不是啊，就凑成一组啊。我们台湾生态有没有每个人都可以研究到？都还凑不够。你在全台湾研究鸟的，那几个老师可以算出来。啊，像竹子、竹竹就那些你可以算出来。啊，全台湾研究青蛙就那几个，你就算出来。啊，青蛙还是比较有名的哦。啊，你说我刚刚讲的土壤生态谁？全台湾就那几个，有些研究单位也在做，比如农业的单位要做，森林研究、森林试验所要做，可是他要推广出去不是吗？啊，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去管理森林、管理我们的自然生态？不晓得，可是真的也没力气管那么多。那真菌很重要，按照台湾有多少真菌，有多少人在研究？这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医学院，我说一个省哦，一个物种哦，一个物种它搞得那么复杂，然后每一个连头都有在处理，头皮啊，或头发或掉发都有在处理。可是大自然那么大，问题那么复杂，光生物世界就研究不完了，还要去研究生物跟土啊、跟水、跟空气啊，跟什么关系？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啊，但是这些加起来都还不够研究这个大自然。对，好，现在如果你有小孩，或者你有亲戚朋友，或者你有弟弟妹妹要准备选填志愿的话，好歹叫他选生科，好吧？不要，你摇头，是生科系的，生科类的哈，不能做。而且叫他以后一定要做生态研究。好，你说我养你，啊，不是我来，是你要养他，你要不要？其实啊，我刚讲的故事是我真的亲身写照。我爸在我选读成大生物系的时候，就跟我差点断绝父子关系。因为他说你选生物系，你为什么不选呢？因为我那时候曾经可以选物质、质质啊，这种比较属于医疗相关。但我考上医生，对，还有什么要抢过去？这个医学院相关的科系啊，你到好歹又有工作，你读生物系要做什么？他说就跟我讲，不好意思，跟那个学艺术的没有什么意思，我爸比较不懂事，好吧？他说，那你选这个跟学画画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一样？你出来会有工作吗？结果他现在他媳妇在教画画。好，对，所以这样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就硬着头皮读了。那读了之后，我就发现基础医学我也不爱啊。我有一段时间跑去做那个营养生物学，他每天在喂老鼠吃些有的没的，然后还要拿结果，然后看他的心血管有没有怎样。他每次要宰那十几次，然后我觉得好好不容易养可爱的，结果我把你杀了，算了，我就不做这种生理的那种实验啊。后来分子生物开始大好啊，我很多同学到现在都是很多生物科技公司的经理啊。我曾经最穷苦潦倒，然后就的时候，他们也说，你说今天你到我公司，我那女工哦，在生产线那边做那些生物基材料的哦，包装的工人，一个月外的话，我比你薪水多了。我知道他是对我好，他希望我至少去他们的生产线帮他装那些医疗器材，对啊，开玩笑。我真的，我那时候有一半同学，现在大概都还是在生物科技。现在的武汉肺炎啊，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发现，哎，有很多同学就出来讲话了，因为都是都博士嘛，都在什么国务院啊，或者中研院或者哪里的，还是有用的。啊，讲这个就是学生态的，我们班有三将近四个毕业，目前就我一个还在。啊，我们班有一半都是生物科技界，啊，另外一半都当中小学老师。啊，讲起来就有点心酸。我回头一看，哇、哦，好多生态的爱好的学弟妹开始，这台湾很多的大学都教授都很会带啊，就很多人都投入生态学研究。可是再看，可以看看他们的就业的出路是什么，我蛮欢乐的。这就是台湾的窘境。我觉得我们知道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可是我们根本没有人才。我还记得说那个叫什么，洪波影的事，大家知道洪波影。那时候教育部为了要去让很多的学校知道洪波影这件事情，就要找专家。那时候台湾只有一个台大的叫林中奇的博士，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找到教职，然后知道他在研究，那他已经孤独了快三十年，才被人家发现原来蚂蚁那么多种。然后他现在在张师大当副教授，张师大副教授，对，可是就他蚂蚁还是要找还是他为主啦。那白蚁呢，有一个我的同事。那当然有几个，但是他不是去研究怎么毒白蚁、毒杀白蚁，因为白蚁太丑，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环境顾问公司，但是不是我那种，他是专门去做害虫防治的那种，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些领域游走的，所以还要毒生态吗？还是要啦，我觉得还是要投资，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性啊，接下来我们再慢慢聊。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机会的。问一下，那成大好像还有一个生科，哦，生技啊，哎，叫什么？你们是生物系变成生科嘛？他那个念是理学的，那个是生技，那是生技所，生技所，他只有是大学就有了，不是说生技系啊？哎，我们在，生物是在理学院里面的一个研究所。对。那个跟你们以前旧的生物系差别，它好像比较偏重于产业这样。对，养虾子，就当然也有高科技公司啊。对，是这样吗？对，没错啊。你还知道兰花吗？台场的兰花，我那时候有很多同学就靠这个研究兰花的基因，就当他读书有研究经费，所以我们那时候生物科技真的做不错了。对，这个生物科技是不错，但是我想说，生物那么大，它去我们刚看到的层次有没有？你就看到大概在基因下面啊，大家再注意看我刚刚那个图，啊，基因这个层次跟细胞这个层次啊，现在很多人在做，啊，包括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疫苗，大概也用到这个层面，对不对？那组织到器官到个体这一个，就是我讲医学院，就一个人这个物种。这么多，但是其他的呢，族群以上的很少人在做，因为没有事情。好，讲多了哦，讲这个不是没有营养，讲这个是因为，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你不要期待在这门课你什么都会，你不会有什么都讲的老师，因为太多元了。可是我们讲观念，让你知道的观念。好啊，所以等一下如果说你觉得我刚刚讲的部分你有比较不认同，你也都可以随时提出来。因为时代在改变，可能我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来看哦，这逆取的概念就是刚刚有少了一个图，就是大家看一棵树，同一棵树可能就有不同的生物在住，因为它会选不同的空间。那为什么要这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一棵树上的三种鸟，你为什么要住不同的层次？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打架。大家资源比较不会竞争，啊，那我如果把，我把黄色那个鸟中间这个鸟拿掉，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啊，我们下面这个紫色，这个我把它定义成紫色好吧？紫色这个鸟会不会住上去？蓝色这个鸟会不会住下来？都有可能。
我假设把黄色拿掉，如果他们对于这个啮齿的耐受度或是需求就是刚好就是这样的话，它是不会出现。可是大部分是怎样？如果我把黄色拿掉的话，你会发现紫色的可能不会出现，可能上面不会出现，或是反过来，就紫色会再往上住。可是为什么？假设这个紫色可以住到这边来，它为什么不再不把黄色的赶走？这就是啮齿的奥妙啊！其实它可能在这里住的比较舒服，食物比较多，或是它的巢场啊，筑巢的场比较方便，它可以住上来，可是它住的可能就没有那么舒适，那么的干。可是黄色进来之后，它也不会，它也竞争不过上面，也竞争不过下面，它有办法住在中间。还是他们是讲好了，大概签约有没有？你就分三楼，你注意，我注意，我注意。对，自然界不是这样，自然界如果你有机会，它还是会想办法去尽量扩张它的族群范围。可是我们会发现，生态世界里面很多在同一个空间，它有很多不同种的生物，是因为那个啮齿不同的生物，它在这边会可以找到它的存在的角色。所以呢，找到自己的啮齿吧。你找到你的啮齿了吗？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人的世界活得很不舒服？那可能啮齿不在这里。一个小时，要不要休息一下？啊，不用休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那我们不休息，我们就继续讲。那大家如果需要洗手间或者水，就自便啊，或者是要跟我聊天的，也就是不是、啊、要问问题，我想可以随时举手。我刚刚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不会哈。我倒蛮喜欢啮齿这个观念。我那时候大三读生物学是生态学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上生态学，因为我觉得它跟人生的大道理很像。但是我拿来人类世界用的时候，有些时候还是要，至少它可以说服我自己啊，我是一个生命，然后我在这个自然人的世界，我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啮齿。他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我发现只要找对啮齿有没有最好跟最不好？有没有？有没有那种就火山有没有熔岩刚过，然后一片贫瘠，连养分都没有，那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可是有没有生物在用？有吗？像我现在第一就进来，那你说那第一他有没有竞争者？几乎没有，所以那啮齿不好吗？它独大哎，啮齿没有好坏，是你有没有适应，或是你有没有刚好能够利用那份资源跟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过去做课间说明会，先助教过去。是，但是因为我刚刚看一下点名簿，是不是有同学进来？连额温没有点的，我可能待会上面点一下。等一下，那个因为最近教育部会有人来抽查，这样对，所以要注意到那个连额温哈。然后同学做的跟我们班人比较少，所以尽量做开一点，保持通风就可以。好，那我们过去做那个。啊，你先嘛。今天要做二十一，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今天做二十一，今天要做二十一，不过都是境外的比较多。啊，只做社大很受关注了，大家就多因为网络上面说都是舶来品，对。然后如果大家出门哦，去上厕所，记得要洗手哈。好，那我们后面有酒精，不要水，尽量就是没事就喷一下，保持我们那个消毒。好，那不好意思，光线继续，我们再回来。好，不好意思。啊，就大家要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啊。就是我们上礼拜六办。论坛，我们真的也是把桌子都拆了，然后就只留椅子，然后真的是间隔一米以上，大家手都不能碰，就觉得好空旷。好，然后大家尽量保护。那真的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互相支持哦。有些新闻啊，知道一下该注意什么，看太多哦，不要过足的时候就不要看了。好了，这是啮齿哈，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这个。人也一样，就是你只要找对自己的区位嘛，就被存活下来，而且没有优势劣败，它就是最比较适应就可以是最好的。那第二个，那就是接下来有这个冠军嘛，要讲的干扰。其实这个可能跟我们有些大哥啊，就是在工程界提到工程好不好？之前我们老师也有在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嘛。尤其各位我们在做步道会不会干扰？会啊，我们轮走到森林都是一种某个程度的干扰啊。你可能踩在那个土上面，那个草被你压下去，也是种干扰。可是干扰一定不好吗？干扰对生态系统好不好？
这是不是好不好？就是它一定会造成生态界无法恢复的这个状态吗？这里有一个假说叫做中度干扰假说啊，有人翻译成中级干扰假说。那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是物种的数量，一个生态系统有物种的数量，然后这边是它的干扰的程度，从低到高。你会发现物种数量最高的时候其实是在中间吗？哎，我没有干扰，为什么物种数会这么少？我没有干扰的时候，为什么物种数会那么少？哦，不是零啊，那当然是因为数学模式分，不然不会是零，但它不会太多。我举个例子，我们看下面的故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棵树倒下来，雨林里面有一棵树倒下来，啊，雨林本来是这样子密嘛，它几乎是走在下面的话很阴暗的，然后每一棵树都很高大，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树都很高。你在下面呢，就除了那一棵之外，很少看到小树，就是这种树的小树。当一棵树倒下来之后，它创造了一个条件，是光线开始透进来。那光线透进来之后，它的小苗才有机会发芽。那雨林的生态很好玩，它可能长了好几万颗的种子，可能连一颗都不会发芽，不一定。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大自然如果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它可能不见得是生物的这个增生的机会，它可能就没有机会让生物增生。还好，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我们只知道会出生就会死亡，人也一样哈。所以，当生物陨落的时候，它倒下的时候，它就创造出这个系统里面的干扰程度。那这个干扰才有办法创造新的孔隙，让阳光洒进来，然后刚好被阳光照到了种子，才有机会嘣冒芽。然后赶快长大，然后赶快长大，长大到自己变成盖住人家阳光的那棵树。所以干扰不见得是坏事。那这棵树为什么会倒下来？他不想站。有可能到一个程度，一个生命就会，但是他有很多的生物在这边的时候，他的环境的因素，竟然会遇到什么？地震、雷击、台风，像刚才讲白蚁，对不对？住它，或者是我们在台湾做一些植物最讨厌的禾根菌，对它对自然界也很重要。如果都没有这些菌，都没有这些我们人类的害虫，都没有我们人类讨厌的这些天灾地变，生态不会更新的。然后这些树都老到一个程度，它的小苗、它的种子都没办法发芽，没办法放生出，那种子也会老的。的时候，这个森林不就完蛋了？所以很多时候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很难说什么有用，什么没有用。一棵树如果没有倒下，它就很惨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这个概念让大家知道干扰的概念。那干扰完之后，它会再长吗？举例来讲。我们今天有一块的农田，我们可能就耕耘耕作耕作，种水稻种水稻，有一点突然间就不种了，那我就把它放在那边，它会发生什么事？开始有些小鸟带一些虫子啊，或是被风带来啊，然后开始长杂草啊，然后开始就会一些阳性的树种进来，就先驱植物，像我们比较在平地常见的这个什么雪桐啊、野桐啊，这种，还有像有一些阴的花呢，因为它是外来种的，在最近在比例也多，它长跑进来就开始长。那等到这些树都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底下的草就没那么多了，但是就变成怎样树林的。那这种树很容易就台风一来可能就倒了，因为它也脆。然后后来如果再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树，像苦楝啊。像那个
加工啊，开始进来了，可能鸟啊什么会从这边进来，它开始长大，哎，等到这些小树刚好有个机会呢，可以抽氧长大，就可以把它盖住，哎，它底下可能就没了，有些草可能就不见，因为阳光没有了，哎，哎，对，我刚少讲一个本地常见的一种植物叫雀榕或是榕树这一类的，它也容易长很大，然后就把它盖住。然后它就慢慢的，可能过几年后就发现，哦，怎么从一块水稻田，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变成一片森林了。那片水稻田曾经存在的时候的生物跟一片树林的生物会是一样的吗？其他动物会是一样组成吗？也不会，不会啊，啊，所以这就是中度干扰。那如果这个森林一直都没有再去被耕耘，或是被改变，它就会往极盛向，所以最后就只剩几种树，所以它最后的数量会怎样？打断一下，我要开个例子会。好。现在所以是。就是老师拜拜，可以。我也要跑。哎，老师第一次吧，没之前听过。对。那就麻烦你。好，等一下。会有一些行政事务。哦，好，那我等一下把这边讲完就过去了。哦、好。马上请他先。所以为什么他到一个干扰程度很小的时候，它的族群量会减少。干扰的程度很小，就像我刚刚讲啊，都没有人去动它，树荫长满啦、啊，它就会这样啊。没有不对，没有好不好，它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称它叫演替。那给大家想一想，就是演替，这个是五年啊，六到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到五十年。五十年到一百五十年，五十年到三百年，哦，这是一个森林演替啊。那其实三百年在地质历史不算什么，因为地质历史随便，地质历史就是那个化石的嘛，去定年，或者是什么碳十四去定年，那个随便都是千年、万年、百万年在算的啦。所以那个地球的地质历史其实三百年不算什么，人是没有办法活那么久。好，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可能在回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刚刚讲的一些天灾，或是什么陨石撞地球，或者它重来，或者火山爆发，或者但平常不会那么久啦，啊，不是平常，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它的很多演变可能是有一个动态，比如说森林火灾，好，大家如果在爬山，你可能会有机会到像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些。玉山建筑林，它原本可能是冷杉林，但是因为可能森林火灾过，所以它就变成一片建筑林。可是呢，几十年之后，它又开始慢慢长一些什么冷杉或铁杉，开始又开始变成森林，啊，那种可能就会比较有机会看到。不过在我们人的活着的历史里面，要看到它变到什么程度也很难，因为他们都活了没有久。那比较常见的是大概像我们低海拔的森林，那个植物的生命它生长速度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机会看到。像我刚刚讲，最常见就是平地啊，本来是种田，后来它废耕，那大概很快三年就变成有灌丛，十年就变成那个有一些阳性树种的森林，可再过二十年，我就开始我刚刚讲有一些比较高大的果链或者是嘎杆，我就出现就长大这样。可是，在二十五年可能这块土地又想要种田了，他就再把它耕下去了，然后就又再种。不过大部分通常不会到最少最完整的再回来，通常都会是在一点点就回来，一点点就回来，一点点就回来。那我是有一个问题啊，等一下我回来可以再想想，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哪些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会导致这种叫做刺激演替的事情？我刚刚讲农耕可能是一个，火灾可能是一个。啊，火灾是比较有天然火灾，可能是人为纵火，像有些原住民会用烧垦的方式去烧。那为什么原住民的烧垦的方式比较不会对大自然有影响？因为它不耕的时候，那些旁边的树又把种子播迁进来，它就会长得跟原住民一样。所以原住民的那个叫做人家说刀耕或火耕啊，影响对生态生物多样性影响不大。比较麻烦的是，等下再讲到像那些大型的农事的破坏。那当然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这个会促进这个所谓演替的。那没有演替跟有演替，跟我们现在在谈步道的关系，啊，我们的步道可能在开发时候可能造成这个干扰，那干扰之后它可能会再回来。
那我们要再去做怎样的一个管理，这都会有影响。好，好，那我们试试先休息啊，先科那个说明会之后再，那帮带试试东西。好，那我们一起去。那我们应该有一些有相关背景的学员，应该是有概念的啊。啊，不过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组成比较多元一点，容许我再像上课一样讲一些观念。不过这些观念会影响到我们后面去看这个七地的时候，大家的光啊，你会看到这里的树长怎么样的时候，有哪些树进来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推测它大概多久以前是什么样子。啊，其实从树就可以去看树的形状啊，跟着树的种类跟它的结构，就可以知道它之前可能是什么样子。啊，不过这个就到时候我们在先地观察的时候来想一想啊。那我刚刚问的问题是我们如果群聚演替之后啊，生物的群聚的组成会是原来的生物像。好，所以刚刚的问第一个问题是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刺激演替。那初期演替比较不会看到，是因为它大概就是从盘古开天地啊，不是，它就是大自然在发展这个系统，这个大自然的演变的时候，第一开始形成的那个过程，那个我们现在人类活动的周边比较会看到。那你有耕种，比如说高山蔬菜开垦的，你再长出来，那就不叫做初期演替了。初期演替是自然的演替。那这个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刺激演替的，刺激演替。那有哪些因素？大家有没有在想到？这样吗？你最后面这一位，也就是，像是，如果有人进去活动，比如说他在树下生长一个东西，可以被老师刺激，因为有一些东西，因为原本在那边的植物会被它刺激掉，然后又或是，如果是自然的话，就是天灾。各种天灾都有可能导致刺激演替，像是某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雨，让某种植物在那发芽了，那可能之后就在天灾里就会有某些植物跟着消失，又或是一起长得更好，让大树满，满了就是大树会就是没办法去，就是可能营养啊相关的东西都会变，都会有相关的变质。那更多说跟植物相互存在性。都会被牵扯到。所以刚对你讲的非常，还有或者还有没有？超赞。但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论述，就可以想想，像我们人类比较不喜欢的天灾，它一定对自然的形成不好。不会，不一定。对。比如说，像我在研究青蛙的时候，洪水泛滥其实并不是不好。因为它可以创造它搬迁的一个力量，或者是它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栖息地。那我们人类也是利用这个泛滥平原啊，去耕作，去找的生存空间啊，就新的土地我们就去占。那在山上也一样，其实说你有一个崩塌地，那崩塌地看起来就是哇，会造成那个什么河川的淤积啊，或者是什么泥沙的等等。可是那个崩塌地可能会带来下面的新的土啊，那也有可能就是那个崩塌之后呢，那可能那土没有什么养分，但是可能又会再有新的，比如说地衣这种附着性的生物，然后开始慢慢在风化，产生新的土壤。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思考这种大自然的变化的时候，有些时候慢慢我就有个体会，这个庄子曾经讲过，就是无用之用。我大概就慢慢懂了，不过因为那个无用哈，知用要到知用能够有用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类已经不知道经过几个世代了，然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察觉。可是大自然它没有所谓的无用，它也有可能对我们人类来讲可能都是无用，可是它就是对所有生命来讲就是有用，对某些生命来讲就是很重要的，或是一个可以去利用的空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讲演替的时候的一个观点。那还有没有想到促进刺激演替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步道在整理的时候，会是促进它的刺激演替。有本来没有路的，我们那个山径，我们自己把它走出来。那原本可能
没有植物在那个林子前面，因为我们固态在整理的时候，它光线透进来，然后开始有一些植物长进来。啊，我在台湾看到很多状况，它不是长原生的植物，外来入侵种就进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做步道的时候，因为人的部分，它也刺激了这个生物的这个改变，生物族群的这个群聚结构的改变。可是刚好不巧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原因植物是外来入侵植物，外来种的植物，那它的适应力可能比较好，因为大家可能在以前国中生物有读也用过一种实验的这个素材，叫做紫背鸭直肠，有人叫紫背万年青，因为背是紫色，那一直 hold 你把它撕开，还可以把那个下脚皮取下，然后写定下看那个气孔啊。以前在云林才会有，那时候我当成大助教在实验，然后准备这些材料，我都会去这个云林店啊，然后买一堆，然后用不完，或者是我们成大公司也有。后来我现在开始在山上跑，说他那怎么很多地方都有了，而且这几年几乎是变成南台南哦，这个浅山环境很常见的一种边坡植物，就步道旁边的边坡植物。另外还有大家听过像什么紫花藿香剂，这种也是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啊，它的确是造成了一个干扰，那也重新开启了演替的过程。只是不小心进来的是外来植物，它重新适应了这个不同的环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入侵的过程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再观察看看。好，那另外这个问题是，就我刚刚其实也是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你重新在演替过程中再带进来，就不会是原本那些生物像。你可能期待它经过一个开发之后啊，再重新营造的生态，它会再回来，对不对？其实通常不会是那么的原本的那里的，所以不得已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再去做一些人工的栽培，对不对？啊，这时候叫引入种，啊，这个时候就也很微妙了，就是到底不是原本生态的这样的生态，还是这边应该存在这样子。再来我再讲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哈，大家知道我们台南市的寺庙在关田菱角田上面飞来飞去的水蛭有没有可能再想象一下，我们那个古荷兰人的时候不是都叫平埔族人在我们的平原上打猎吗？对不对？那时候的江南的平原就关田这一带的话，大概会长什么样吗？能够打猎，所以大家现在怎样？还打的是鹿哦，打的是鹿这种动物哦。森林吧，有树林，它有很多的草嘛，啊，这大概是这种荒原的样子，才有这种鹿科的动物嘛。那时候的水质，那时候没有水质，有大概就是在一些水岸附近，所以它会很多。好，那我们今天知道说它是住在观点的菱角田上面，那我们今天假设观点不种菱角了，我们说要造种树嘛，要让它这个节能减碳。那我们说啊，这些农夫老农就要种菱角了，就那20年，然后造林种树这样吧。这时候看我们目标，如果你要让水质留下来在台湾，你再怎样都要想办法营造那种水域环境。我们要客观讲，不一定种菱角，但是想办法就是要变成是有浮叶性的植物，然后让水质有办法在那边活动。如果你连这种环境都没有，都变那些稻田，因为台南这边是第一期是稻子，第二期是菱角田，它种的田的前身，菱角田的前身其实是稻子，在这些田都不种水稻，它都让它废根，然后变树林，水质就不会那么多。所以水蛭是一个非常典型是在一个中度干扰状态下的物种，但这个不是一对不对的话，它就是它在演化的过程，它就去选择那种叫做干扰的边缘、环境的边缘、动态干扰的边缘，就是我们讲的水陆交界的环境去利用。而一旦我们人类的操作多了，它就多了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荷兰人来说，水蛭其实不会再多了，几乎可能很少看到。
可是我们后来变成这种类型，它其实开始在观点重点讲的时候，其实就多了。那我们在选择这个保育的切入点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留下，所以我们也把列为保育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保育行动就必须达到我们的目标。这样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当然是人类要去做选择，可是对大家来讲，它就是一个演替过程中生物要不要去利用，或能不能利用，或是会不会来利用的问题。好，那我研究的侏罗树也一样，其实它也是一个在永垦地上面会有的物种。你说真的大海到海边它也不会有，大海边它也不会有，它就只有在那边有，全世界就只有在云加南的那一点点地方有。它真的多吗？你到一个竹林里面去，一个晚上二三十只叫，好精彩。可是你从全世界的尺度来看，它就这么一咪咪啊。因为它是台湾特有种，只有台湾有，又只有在台湾的云嘉南才有。所以就很多人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把它做复育啊？我觉得为什么要复育？因为它会在那边，千万年来就会在那边，不去彰化、桃园、台北，宜兰、花莲、台东，不去屏东，有它的道理的。是吗？现在学的这个，就那逆取就在那边了，对不对？好、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保育的行动之后，有一些可能要人为干扰下去，有一些可能就是让它就这样维持在环境性就可以了。那所以在做策略的保育的策略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对这个生物有点了解，而且不只是这个爱好生物这种生物本身，你还考虑到它的这个生态系统需求。好、哦，所以大概先点到这边哈。当然，这跟误导没关系，绝对有关系哈，因为我们一定会干扰，那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也会期待它会更新嘛。好，这个就是一棵树了。那我这边要讲另外一个比较悲情的，就是如果当一片树林的，像这个叫做去森林化 deforestation， 去森林化，这一片是雨林嘛，那这个是那个砍伐伐木的道路。你看，这一边都是剩下几棵树干，这是被砍掉的。这一边有没有可能长回来这边？如果不理它的话，大概要多久？300年以上，100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生态学家，经过雨林这么多年的监测啊，他其实告诉你说，几乎不可能长回来的这样。好，大家想想哦，树林、雨林也好，或森林也好，它的种子要能够进来嘛，自然种子要能够进来，它才有办法长出芽。而且你看，这个是一个更新的状态，它年丰最多，所以如果种子有机会进来的话，它就有怎样机会发芽，它有机会长大。如果一个正常状况是这样，可是因为雨林的部分啊，土壤是非常贫瘠，因为雨林的能量都在树的这一根上面，雨林的土壤其实不是养分很丰富，因为没有机会让这个营养存在土壤里面，它马上会被生物分解利用，然后就是最后被植物吸收，然后长上去。所以把树砍了，代表你把所有的能源都带走，养分都带走了。雨林的土壤其实是非常贫瘠的，所以在 N 年后它还是长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雨林会下雨，所以它一年的降雨量超过台湾的年雨量，可能3000-4000的降雨量都有可能。而且集中在我们的雨季，它会把剩下没多少的营养再带走。你只要下了2年的雨，这边的土跟沙漠大概没两样。所以为什么砍掉雨林的森林之后变成荒漠化，或是它很难再复原？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说它种子能不能自己带走的问题。那在种子要带进来，还有很多的生物要帮忙。那你们这边的树都砍了，那原本住在这边的可以传播的动物有那么多吗？比如说，要有一些小型的鹿科动物咬着那个种子，然后吃不完，然后掉下去，或是经过它的肠胃道大出来，它才会发芽。结果你这么一个大的面部的干扰，这些动物还在吗？可能少了，或是可能没有了。它也不会走进来这里，因为这里不是爱的啊。这边又没有东西吃，所以它还是在这里啊。所以它种子还是在这里，它不会带出来啊。你想看，除了我刚刚讲那种小型的啮齿动物、小型的鹿，或是一些猴子好了，它会跑出来？不会啊，那它怎么把虫子带过来？或是昆虫，有些是昆虫会用办法，像蚂蚁的办法它带过来，或是像有一些可能是像果蝠好了，吃水果的蝙蝠，它有办法挂在这吗？可能也没有，所以它也不会带过来。
所以传播种子的动物也没有办法帮我传播种子。好，那你就说，那我们人来种树好了。你要种几个人？你有小朋友吗？所以现在大部分的生态学家对于雨林的森林被消灭之后，大部分都不会太乐观，因为他再回来不是那个三六百年的问题，他可能是回不来的，再回来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然后生物多样性就会逐渐消失。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问题都会是一个森林干扰之后的，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想象说它就回演替，就会回来这样？演替还是个理论，我要讲演替是个理论。你在没有被干扰的环境下，可能慢慢回来。比如说我刚才高海拔的，那个叫火烧山之后的那些建筑里，它可能会慢慢在演替的，因为那边没有太多的干扰，然后气候也稳定，就是不像我们低这个比较低海拔，就是雨量雨啊降雨啊什么是比较频繁，它可能在云雾带以上，所以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它慢慢有机会，或是比较纬度比较高的那些森林。可是像雨林，它的动态干扰实在太大了，你一旦再这样子做下去，就很不舒服。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状态。那我们的步道啊，你可以看到这边左手边，你的右手边是架高的，左手边是利用这个现地的环境，它只是用一些这个隔离哈，让大家知道步道在怎么样。其实里面也是可能是一些木屑或者是一些级配石头。但即使是这种比较自然的步道，有没有可能对自然环境会产生一些影响？多少？所以我们在拿捏我们的这个人为活动的状况下，怎么样对这一片的森林或者这一片的这个生态系统是比较有趣的？这时候就可以思考到步道跟生态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自然环境可以有趣一点？因为我们不要回到生态，对这边的鸟，这边的风啊，这边的雨，这边的土壤，微生物也是我们管，我们管不动的。那我们可以管，我们大概可以怎么管？这位学员在可以不要一三四五，你随便点一位，还是你可以给我一个坐标，比如说二，大概最多是五 ，x 轴是五，然后 y 轴最多是五这样，五跟五之间。对，就是 X 轴是最多是一二三四五嘛，啊 Y 轴也是一二三四五这样，三一二三第三排第三位，还是那个粉红色衣服的那位学员，好不好意思，你在很专心的时候，我刚刚的问题是，好，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要怎么做才会尽量减少我们在步道的时候或在进入山林的时候的对于生态的干扰？那不要跟我说我们就不要去了，不是干扰没有不好，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不要极度的干扰，不要像刚热带雨林走。那我想问我们大家要怎么做比较好，是把它做的。那我们不知道如果是在后山交山的话，山里面这两张是示意图，我只是随便抓的，我们不一定。我是说，要看各种不同的面向，就是说，如果人很多交山的，其实应该是路长一点高，会对那个步道的水土保持或是其他的影响会降到最低。那可是如果是人少或是自然的环境下，你做那步道就是破坏性会更大。我以工程来角度来看，是大概是这样分类的。之前前几节各位老师也有讲到什么建筑步道，各种不同步道地面的传说步道，都是一种要适合环境的哈，可能也是一种环境啊，或是它的地位或是你的目标去产生一个步道的一个形式出来。老师现在讲的是影响啊。对。影响。没有，那个问题是，我刚才也讲，我讲答案大概就是会的，怎么影响的这个。然后我们现在问的是，我们怎么样做才会，比较，就是怎么设计跟施作比较不会影响。好像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手作步道会是比较对那个
那个环境影响是最深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没想到，我们引导大家是，就设计的时候可以怎么选择它往哪边去？那我们要怎么挑那个东西？往哪边走？就地取材。我正想对啊，还有没有想到？大家想想，我给大家一个观点。其实我们如果有能力跟有机会去了解这边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哪些地方我们不要去？其实不一定要每一个地方都去，所以我们可以在设计步道的时候就可以有个避险的原则，然后是避开敏感性的原则，对不对？好。真的，我们如果知道它这边就是很敏感的生态，除非它也有这种承受我们去观赏，或是去某种低度干扰状态下可以，我们就可以设计步道到那边，然后看到它。这是一个，所以大家之前老师不是有没有提到，其实因为对生态了解，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是路线，但是我们选择什么？我们可不可以选择避开敏感区？这个是第一个原则，对，大家可能没想到，他直接想说我要做地取材，或是做那个步道本身是，可是我们应该是回到一开始在走那个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想，可以不去了，或者不用照着看了，或是如果比较敏感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路就做得不好一点？它就是研究型的，或是要真的要去探索才会遇到，而且在那边就是树很多，蚊子很多，就是你要甘愿被它蚊子干扰，才会把它照着，类似那种。所以难度让它产生出来，就是一样是回到设计这边。那另外一个是管理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布袋其实有些地方还是会总量管制，或是设计一些管理的程度嘛。啊，这是一般我们可能在做游戏管理会讲承载量，其实也是一种。所以我毕竟我是学生态，我是学布袋，所以我没有那么直接在布袋的工法上可以告诉大家。可是我反而从生态角度去看，我们常常会发现啊。有些路根本不需要开那么大路，其实在寿山太多路了。按那些登山客想要探险就自己走。对啊，还有捷径，除了寿山道以外，还有捷径。对。啊，你做的太小，他一直跟说说为什么做大一点，最好是三公尺这样，可以会车，难得可以会车，有危险一样，最好是无障碍化。其实，以寿山的故事来讲，我觉得寿山其实是不错的一个观察点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寿山的步道应该是要封闭一些才对，没有必要大家一起，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一来是管理上的很困难，第二个是有可能风险增加。那所以寿管处应该有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它其实是生态的概念去做寻找。那否则民众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去？你刚刚说这边我已经去了，如果摔到那个蛇眼洞，那可能没有救的呀。可以，就是坦说，其实真的有些地方我们应该是想在前面。那还有就是管理方法、承载量要想在前面啊。这个是我希望这一节课给大家的观点。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是一个基础的理论没有错，可是其实层次还是在人，因为我们既然去用能够有我们刚刚讲的 Homo sapiens 这个智人啊。这个脑袋要发挥，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只发挥到了所谓的情绪那里面，就是像刚刚大哥提到，哦，我就是在读这里啊，你就是要帮我开更大点。但是这个情绪实际是可以透过教育去做修正的，因为我们的之前的教育没有教我们民众接近大自然，真的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透过更多的这样的课程。因为不是每一个，所以有一些可能要透过先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还是很多要调调的。好，可是我这是我的观点，大家也请分享一下。那我记得我有三节课嘛，哈。那除了四月十二号有一个这个户外的观察，那户外观察，我其实下面这课的内容，我先谈一下内容。四月十二号的话，大家知道我们要去的点在哪里？新化林场。对，新化林场。那新化林场那边呢？可能停车是比较假日的话，停车是有点不方便，就是可能路边要找一下，或是有一些私人的地主，他可能有一些停车的。那因为比较好
联络的方式可能在新化林场大门口后面。那大家觉得几点比较 OK？ 七点我在想，我刚好听到七哦，九、十，早上吗？早上啊，是早上。下午好像，你下午是会带一些志工来做一些动作，这部分啊，我们的部分是九点啊，九点会不会太早？还是太晚？其实这样做不到没有那么晚，不过因为为了大家假日不会有连假，好吧？九点。那我们原则上是活动也是三个小时到十二点这样，而且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可能要带水，然后防蚊的给吸一样，你有望远镜要带着，望远镜，好，所以我们写一下，要带水，然后这个像望远镜观察的工具啊。然后防蚊，好，说大家怕蚊子咬。那边有一个我的天敌叫小黑蚊的，如果你不怕小黑蚊的话就没问题。如果你怕小黑蚊的话，就恭喜你了，那边已经很多。好，防蚊的，好，不是大只的，小只的才难。我是抓在蚂蚁跑来，我在抓的。好，那再来就是防晒，所以那点子价格还会在，所以防晒都得自己带哈。那另外我们助教那边。可能要注意，就是帮大家要保险，对不对？对。所以你这边都有大家的保险资料吗？目前还没，准备要调查。那我们是不是就等一下有一张纸给大家传？那我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上次有问过，如果你想要带亲朋好友来，好，是林校长是有开放吗？还是说没有开放？没有开放。没有，我跟你讲的。没有。可是我想说你。要来，让他不来，我看你会恨我。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位一样是先登记的，但是正式要做布道的时候，可能就还是要有上过课的，就不是一般的民众来的，这样比较危险。没关系，我今天先在场了，可以先登记。那课后我也可以发那个线上的那个填表单，如果有要加。好，所以待会就是所谓的保险资料啊，你如果要带来的一起来参加的，可能要帮忙顺便先把大名写上来啊，其他资料可能再补给我们的这个的助教好不好？好，这一块可能就麻烦大家帮忙。那最近因为那个肺炎疫情的关系，所以当天可能因为在户外有限，可是住院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个量体温跟口罩，所以大家可能要这个基本的哈，现在大家应该都基本配备的哈，口罩就戴着，然后要接受体温，除非那一天台南市政府或者中兴大学说他们已经封管封园了，不然就这样。如果封管或封园，我们就走外面的步道，走外面的步道，这样 OK 吗？啊，那还有没有要注意的？老师要不要买门票？要。那有没有台南市市民？市民很便宜。对啊，像我忘记了，新化林场。观众，你记得新化林场的门票吗？忘记了。市民的好像50块的样子。另外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对，那个停车要另外收费。很多人去那边运动是从后面丢进去，没有买门票。我们基本上开大门的时候，大家都是，因为它的社大门。
块有个80块，半票10块，这些是半票的条件。那保险票是这样。那台南市民是小高，啊，加40块是有加10块保险。哦，是。应该有，有一些人是只有买保险票而已。保险票只要10块，住新化就只要10块。嗯。二。做起来不错哈，大家如果有机会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是到几点？9:30，9点。9:20。到九点可以啊。9:20。对，20。那，好，我也要知道大家要回家。那就是那一天，大家有没有要共乘的？有没有去到新化林场的交通方式有问题？我们先统计需求，再来做那个决策。啊，您这边还有吗？不好意思，我有。你也我有交通。好，那还有没有？在您住哪里？东区。东区。那有没有同学愿意可以来接你？刚才我们在后台活动的，看几台车子要过来，我可以过来晒。我可以在，我一辆车子如果4个的话，可以在转山那区的，我来提起。那其他的是，我们就两辆车子来龙口街嘛，来后面这个，你这边有龙口街，那有几个人要做？1、2、3，3个。1、2、3、4、5个，6个，对吧？所以2台车。那我们约几点？因为过去大概住的话半小时，那我们就集合时间是8:20。8:20最慢，好不好？8:20集合。好，谢谢两位。然后，要记车牌还是就我去有车来开，还是我去开个门 ？OK， 那我们就谢谢，好，谢谢你们。这个不知道谁啊？这个城大过来这边，大学路底这边嘛。好，大家都知道大学路底。好，我们再看一下，应该没有超过6位吧？这样子，1、2、3、4，好，4位，后面那位应该就我可以，你不用，你还要你，好，那5位，好，再到时候我们再问一下，好，谢谢啊，谢谢。好，那这个问我们讲不完，那我会延续到之后的那个属于文化面的部分再一起讲，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我们现在就拉回来台南。那在进入比较特别的生态系统之前，我们要认识一下台南是长什么样。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没有发现？南边是台湾海峡，下面。那如果你从台湾海峡再看过去的话呢，其实台南大部分呢可以分3等份，一等份就是平地的，但是平地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南部是台江内海。北边一点叫岛风内海的遗迹啊，这样。那平原这边呢，其实大概就到国道3号，高速公路国道3号。在高速公路国道3号，再往里面就是绿色的丘陵带，然后有乌山头水库啊，还有什么白河水库啊，这些啊，虎头皮水库这些。再往后一点，就有阿里山山脉的这个其中一部分，好。那阿里山山脉呢？在正文西以北叫做斗六丘陵，其实正文西以南叫新化丘陵的。但是那一边最高，台南最高峰大概多高？1234。如果一般登山客都是直接叫最高峰的大洞山1234，比较好记。那有一些资料是写1242的，有时大概差不多，但就是1234比较好记。你就记得大概是1200多。台南最高峰也是1000多，所以台南的环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海拔环境。那我问你，台湾有这么多县市，我不讲离岛，台湾这么多县市里面，哪一个的山有像台南这么少的？基隆都是山啊，基隆哪会比台南少？可是高度啊，高度
高助理生他没有一千多号。对对，我们在彰化，彰化最多就八卦山林差不多。云林还有到大一半，一半就古坑站一半的啦。云林那古坑站三分之一了。啊，古坑往靠山那边还蛮多。对，嘉义就不是，嘉义有一半都是三千公尺上，所以真的不多啊，你会发现。苗栗也都很多山的，它没什么平原。啊，反过来问哈，平地比例占比最高的其实是台南。嗯。这个是台南的特色。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山再高有限制力。好，其实大家就想说高山啊，或是靠海才有生态，而且我们步道大部分不会走海边，他们走山上，所以我觉得山上的生态环境是没什么看头，对不对？台南的山好像没什么看头，还是我们没有去看而已。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这在台南的一些经验。那这个图啊是和一个建筑师朋友，他在做台南的乡村风貌大概绘画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他们很会画，他们画了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台南的沿海地带都是地洼地，像这个部分会在下一次的文化历史的课程跟大家谈。那整个台南平地的部分，就是靠海边的部分，几乎就是跟这两个内海的淤积有关。就1821年以后，这个台中有岛风向开始淤积的时候，开始很多聚落，像什么我们台江分校啊，台江十几寮啊，那个的眼镜16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内海的淤积有关。啊，它背后又产生很多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包括镇头等等，这个就到时候再说。那反而呢，平原的这一边啊是比较稳定的，可是因为稳定的关系，所以早期的台南的平原大概在100多年前。还是偏部族为主。哦，虽然郑成功就有设官亭嘛，大家知道，然后会有什么林凤营啊、柳营啊、新营这些营盘，可是他当初就是农民的概念嘛，我们就是那国民政府是带很多农民来嘛，然后农民就这边安排，那边安排，安排，是大概是概念啊。郑成功带来的那些大陆的移民，那是军队，他就是到处拓垦。啊，可是那些地方以前都是平埔族的地，大概100多年前都还是，所以现在在台南的平原还是遇到很多平埔族的攻陷，甚至还有很多平埔族的信仰，啊，这个下次再谈。那早期跟古城比较有关系的，反而是台南市的南边，当时候从古城进来之后的汉人比较容易拓垦，反而是往现在的仁德龟仁那边走，遇到方面。一直我们待在这一带，然后这一带呢，还有一个关系是跟，就很多的这个，产业其实跟我们的府城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糖胶，其实主要糖的来源并不是在正午溪这边，虽然这边的平原比较大，反而是在比较南边。后来才慢慢拓垦，啊，这个族群又逐渐扩垦。那比较再往山上去呢，丘陵这一带呢，也是大概在80-90年前。在比更多的这个拓垦往这个山区来，那这边比较多也是，虽然看200-300年都有人去拓垦，可是那种结成村庄嘛，就是慢慢才扩张，它没有那么快，没有300年的汉人的聚落，你遇到那几个比较古老的庙可能有，但在古老就没有，所以在山区也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个平埔族的，可是平埔族呢就不会到1000多的猎场去。所以这些的环境就是大概你可以想象，100多年来台南的整个平原到浅山，所谓的台南市开始产生这些这个巨大的变化，其实大概就是在差不多200年而已啊。好，那大概有这个概念，所以它的演进是很，人类的拓垦历史其实很近代。因为台南没有台南的这个古迹，我们叫一级古迹的是哪一个？大家知道？天后宫几年？对，好了，算400年。荷兰末期好吧？假设他们自己讲的300多嘛。你有没有到马祖去过？马祖的古迹都可以算到元朝。我去金门的时候，他说
你们台南唱什么古迹？然后遇到那个大陆的学者，他说啊，你们三百年就不叫古迹哦，啊，有点不屑，开玩笑，他们很不屑啊，三百年就不叫古迹，他们那边没有六百年，怎么叫古迹呢？这样，好了，开玩笑。所以台南是一个很台湾很早开发的地方，没有错哦，可是它还是很年轻，就是人类开垦的地是很年轻，就是它干扰程度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台湾，真的是在两三百年才动态干扰最严重，啊，可能它存在的几万年都是比较低度了，就是大概原住民或偏部族这样子一个族群在干扰，也没有那么严重。那台南其实还有留下很多我们可以看的东西，也因为这样，虽然看起来开发很重要，那接下来就慢慢讲，就是说，我们大概刚把台南分成这几个区域啊，有三间区。啊，中间有些谷地，那谷地大概就是被筑个堤啊，筑个坝就变成水库了嘛。那再来有丘陵，丘陵就是现在浙大现在很努力在推的什么永浦泥岩啊，在比较南边，然后一直到这个左镇这一带都还是这种地形。然后再来就是晋山区，就白河这一带啊，平原水乡都市啊，低地啊，渔村等等等。啊，这个是它的剖面，大概也是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大概就是这样的环境。那我们那时候去把台南市整个做盘点的时候，大概有这些生态的这种特色这样子啊。那机会大家再慢慢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是清朝的时候地图，我可以看到其实它有很多的河流贯穿，然后有这个内涵，那也有外面就是有这些沙洲，可能昆山啊什么的，马沙坡这边有北昆、南昆啊。马沙坡等等等啊，然后后来到这个是应该是康熙的吧，还是哪里？就开始淤积啊，1821年以后就开始淤积。那这些有一些低洼地就开始浮就出现，然后就开始有人拓垦啊。好，那我大概把台南的生态条件切成这几个，用几个溪流来看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还是把它转过来？台湾海峡是在下面嘛？这边山阿里山山脉在这边，所以二地的丘陵平原地形在海岸，然后有几条大的溪穿过，八爪溪、积水溪跟曾文溪。那南部当然还有盐水溪跟二仁溪，但是整个这个，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大家知道说发源跟结束都在台南市的河流有哪几条？发源跟出海就在台南，盐水溪。将军溪，将军溪现在其实已经，将军溪其实现在已经不成溪了，因为它在学甲以上都叫做麻豆区域排水，它已经不成溪了。而且将军溪是以前曾文溪改造前的河道，现在它就变成是一个有点像以前的旧河道的概念，所以将军溪大概只剩下学甲的将军乡、将军区的华中桥以下的大家联系啊。那积水溪是积水溪从关之岭还有中山这边发源，然后最后汇集，然后流下来，然后到北门那边出海。那盐水溪呢？盐水溪也是整个在台南啊。那二仁溪没有，二仁溪有一部分砍到高雄去。所以大概就这几条都是我们台南市的溪流，在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做景观规划的时候，什么蓝带、绿带，那蓝带就是河流水系啊。那其实还有一个系统我还没有讲到，后来才发生，也不过用了90年的东西，叫江南大圳。江南大圳呢，它是人工的，可是它纵贯哈，横跨到云林县去了。所以它是大概在100年前施工，然后用了90年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很近代才造成很大的地景的变化的这种。好，所以大家先讲一下这些故事。那我们就从山上走下来的哈。那这一张是在台南的东山区拍的哈。那白河、关子岭那一带也差不多是这样，就看到都是比较属于山村。然后山谷里面就那一户、那一户、那一户这样，主要的产业就是，现在也稍微改良了，以前槟榔很多，然后龙眼是大宗，一部分种
碰缸，而且那个碰缸是绿色皮的碰缸，哦，它是在九月就出来的碰缸。大家吃橘子是吃黄色的，过年期间吃的碰缸，这个品种是吃绿色皮，所以它很早就出来。那另外还有像最近在种的咖啡，所以这一边的大家就要这样子。那因为这个自治时期的末期嘛，一直到国民政府开始来的时候，有那个李登辉当省长，不是当农委会主委的时候，他就在推山坡地农业，所以后来才有山坡地水土保持局。那当然前身不是山坡地水土保持局，它其实是台湾省政府里面的一个叫山地农牧局。山地农牧局，那山地农牧局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让山坡地的农业可以开发，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引入槟榔、果树，在大规模种植。所以这时候的影响底下，在比较靠的山区，从南溪一直到这个东山白的这一带的话，留下来的很多都是在一些峭壁悬崖或是河谷地里面。因为这边动不了嘛，坡度太陡啦，不容易到达啊，或者等等问题，所以还有保留一些生态的条件，环境很不错。但是很多的大概人还可以到做得到的地方，大概都已经干了。所以这也是这边的特色啊，这边的情况。好，那这是它的一个景观啊。不过也因为大家喜欢往山上跑，所以这里的步道其实还是比较舒服，比较凉爽。那相对的生物多样性也比较高，会比我们去新化还要丰富。那前一阵子上个礼拜三，我们跟几个单位在东山有个叫仙公庙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台湾野产的论坛啊，我们就是接通野产这个物种去做前山生态的一些议题的推展，我等一下会讲到野产。所以这边也是最多步道的地方，在苏焕智当县长的时代，他因为也爱爬山，所以他就给了一些登山团体做了台南小百岳的资料啊，也做报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报告？那其中有很多条其实就是从关子岭啊，就白河东山这一带开始走下来，一直走到这个比较低海拔的部分这样子，要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说明。那我今天讲一下，在这个区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生态物种的一个介绍。不过，请那个助教帮我注意一下时间，可能在十分钟。我讲不完，我后面再讲。那首先我先介绍这一只这种鸟，那叫三黄雀。那这个新闻啊，是3月21号的，很近的啊。那个它有连续三天的报道，其中我提到平地我们常见的麻雀也越来越少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值得大家来探讨，那你们可以去 Google 搜寻这个影片，这个新闻。那我要讲的是这一种麻雀，这个麻雀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麻雀，它叫做山麻雀。差在哪里呢？眼影啊，那眼影，眼影还有没有？你们看到？好，它的嘴巴这里是白的。一般呢，你们在平原或者后面我们家附近看到的麻雀，它是黑的，它有一块黑斑，左右各一块。还蛮可爱的，你要请他吃稻谷哦。麻雀是有黑斑，山麻雀没有黑斑。那其他部分长得其实还真的蛮像的，就是比较秀气的麻雀，皮肤比较好的麻雀，而且短的麻雀，它叫山麻雀。那山麻雀会出很高吗？其实也没有，大部分有记录的话就是1000以下。但是它不会住到平地吗？也不是哦，它也会来，可是就是在迁移的过程里面。会来，比如稻田吃稻谷，然后就又跑掉了。所以它的行踪成谜，在台湾现在，嘉义大学的蔡多斯教授有做了一些研究，它的数量其实跟黑熊差不多了，有没有几百只啦？然后我们人类，我们现在怎么知道？就是它在哪里度冬，然后就一群；我猜它哪里繁殖，就有一群。它那一群也就是几十只，100只。其他的时间他带来不晓得，所以各位，它是一级鸟类，麻雀是一级鸟类，不是山麻雀。
你看，那都直接触礁啊！你把它搞到马来这一级保育类，对不对？是，它就是一级保育类。一级保育类的同它的同学还有谁？十五水獭、黑熊，都是一级保育类。它有那么稀有吗？就是，可是呢，跟大家讲一个，但是这个是公开的秘密啊，也不是秘密啊，就是公开的点，就是在碧云寺。他很喜欢热闹，有一群喜欢热闹的上马就住在碧云寺。那你下次到碧云寺去的时候，最近到碧云寺去的时候，碧云寺在哪里知道吗？在白河啊，古刹，它有很多这个特殊的环境，包括水火同源，有大家就在碧云寺跟水火同源那一带啊，等于看到很多大炮对着电线杆拍，这个上马雀的窝。那这个时节刚好是上马雀回来。我讲回来应该可以，就是回来碧云寺这一带啊，我所有东西这一带，筑巢育雏的时候，对。那以前的电线杆有洞，而且很多电线杆是因为更新啊，旧电线杆在，所以那洞它就去利用。那这几年呢，蔡诺斯老师他发现说，三毛雀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因为外来的说八尾八哥或三尾八哥就开始利用这样的洞啊。上麻雀就比较客气吧，你在用啊，让你，然后继续打架来咬住人家，那有些麻雀平地住的不好，那跑到山上住，上麻雀说啊让你，然后就也打不过人家，所以这几年他在碧云寺跟所有同学那边的住宿条件有点差，所以蔡老师他们就发起了叫做安心成家专案的，帮他做那个叫做社会补偿，你住免钱的。然后做一些朝向，然后就让他住。当然，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叫做条件不符的也住进来，有可能，那你就要去把它处理掉，对不对？由八哥来就把他赶走。啊，当然不用到那么愁惨了，其实是在洞口就可以设计的啦。八哥比较大只嘛，洞口做小一点嘛，就挤进去啊，八哥挤不进去好了嘛，对不对？好，这是这样子。好，所以目前有这样的一个个案。那我在大概五月份也会跟千草国小还有蔡洛斯老师会在那边合作一些三麻雀的课程。那我们希望千草国小就在这个区域嘛，就是烧仙草的仙草，千草国小。那我们希望通过他们学校的一个校本课程的发展，然后他们长期去注意这个三麻雀的部分。那我去跟那个校本主任，校本是好朋友了，所以我要找他做事情他都很开心，因为我们又可以搞一些创意的这样，最早我们跟他做青蛙的，他也做得很开心。可是主任听到说啊麻雀，我说不是麻雀，是三麻雀，有差吗？他不就是麻雀？我说他跟黑熊是同等级的时候，他就已经咚啊你有多少的机会跟一级保育住在一起当邻居？而且又那么亲密。可是他大概五月，如果反正他刚刚就走了，他去哪里我就不晓得。那我们就开玩笑说他很耐热闹，因为差不多，碧云寺也打在一起，就他就旁边住了，然后旁边在放鞭炮啊、阵头啊，他就吃他的，做他的吃，他这边就阵头，他这边就上上去，他一看一底下一个就放大炮，就嘘，他一看。那是大埔那不是也有吗？啊，大埔那个比较多的，可是我讲的是台南，所以就不讲大埔，因为大埔是嘉义的。然后这个点很特殊，不晓得我讲之前大家知道吗？都不晓得，所以有空去关心一下。我们有跟黑熊同等级的，我们不用黑熊，可是我们有跟黑熊同等级的，可是我们竟然台湾没几个知道，或是外面的台湾就是小孩子，注意一下他哦，但是不用去喂他，也不用去抓他回家养，然后让他生更多，不用，他该来他会来他就会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可以来的安心成家就好。所以要怎么样？我们其实现在希望透过教育，让跟旁边的那些他有机会去觅食的那些果看能不能尽量友善一点。就是他这时候刚好是这个龙眼花期，那有一些采蜜的龙眼果园，他就比较不会跟农药，因为他的龙眼采收龙眼蜜。那这时候如果说上完去吃，他是杂食的，是从吃果实吃什么，也可以同时找到这个安全的食物的话，那其实就可以保护下来。但是这条路还有多远，我不想。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梦想，就是麻雀、三麻雀在我们台湾不多，但是这个族群其实一直提供稳定的繁殖量。
但是如果这里一直干扰，国外来总也好，或者你没有一个好的餐厅给他，他可能会就不来了，这样，这是一个。那另外有一个展，大家有看过吗？有看过，在哪里看过？坎头山吗？坎头山，对，还有没有？也是在坎头山，还是草山？啊，不过草山在嘉义，这个厂还没有出来，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它端午节以后，它就会开始出来。然后它的叫声就是耶，然后它其实它叫野蚕，是台语的音，因为它是大型的蚕，它飞得没有像一般的蚕那么快，翅膀很长，然后你看翅膀都盖住它的身体，看不到，那翅膀很长。它飞的时候呢，它会像蝴蝶。所以它叫鸭神，鸭是蝴蝶，台语就鸭神前面啊，不是它的叫声叫耶，其实是也这样比较好记啊。不过它是前面会耶之后就听起来像因为听久了就是就差了，然后鼓膜快破了这样。好，不过这野产它会住在种树叫台湾梭罗木，那台湾野产不是台湾特有种，它在福建啊或者比较大陆的南边几个省份也是有机会看到，可是有趣的是台湾梭罗木是台湾特有种，其他地方不会这样，可能别的地方有类似的植物了，但是在台湾它有很高的出现几率是跟台湾梭罗木有关。一样这个生物它平常在哪里，它几年会从土里冒出土不晓得。那嘉义大学一样有植医系植物医学系的一个宋一新，三两金的宋一新教授，宋一新老师有在研究。但是我们那天请他来讲，还是一样，就是其实也刚开始，就是台湾对他的认知就是不晓得。那宋一博士在台湾都会有一个宋一中那当老师，而且他其实不是老师，但是他就是他很热心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他有写了一篇文章，在特有生物保育期刊里面刊登出来。那里面就有一些论述，因为我们东山坎头山这边有很还蛮好的一个点可以观察到。那从这个野产到梭罗木就有另外一个故事喽。在前几天呢，我们的林务局就开始有这个新闻出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种行道树，工程要种树，可不可以种台湾原生种的树？台湾原生种的树会比那些外来种的树还不耐看、不耐用吗？不耐种吗？这是问号。所以，透过中正大学郑彦学教授他们的团队，他们就整理出了100多种。适合北中南东不同区域种植的树种，那其中台湾梭罗木它被选这边到了，台湾梭罗木是选在台中这一带，所以其实丰原那边有一大片的台湾梭罗木的公园，但是有没有台湾野产不晓，有没有住台中的？你是台中哪里？后里，后里是很重要，但是就是会不会有野产不晓，因为。有一些文献，有些标本是留在台中记录没有错，但是不晓得野产还是在中埔，但是至少现在比较大的族群都是在草山、大埔，然后有一部分在东山，就是曾文水库的周边这个区域，几乎就变成野产的一个分布的蓝道的区域。当然最大在这边，可是以前的日治时期到后来的标本，大概从台中一直到屏东都还有记录，甚至垦丁都有记录，可这几年几乎都这些地方几乎都没有。不晓得什么，当然台湾梭罗木也是一个重头戏。好，那因为前面讲理论的概念的部分讲比较多，所以台南本土的这些生态故事接下来会开始讲。那我们下次上课是什么时候？下礼拜三，下4月10号。对。对。下次上课是什么时候？在户外。就户外课。所以我们户外课完之后再回来。没有，老师的课是他4月8号一堂舞老师，对，然后4月1号是我们是没上课的，所以大家不要来这样。对，愚人节。好了，就请大家注意我今天跟大家碰面之后，下一次就是直接在外面，然后还有一次我就会在我这部分再跟大家讲，就是台南的生态特色。好，那今天的课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要出作业。啊，出作业是不是？那我刚刚也问了，但其实已经有探讨了。我给大家论述看看，就是
这个这两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去我们做步道会不会影响生态？啊，会怎么影响？影响什么？这个都比较大，对不对？你可能像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可能有到有些人会从生物的角度，有些会从所谓的生态系统等等，有一点就想到什么就行。那最后我想第二个问题是步道应该怎么去设计跟施作？当然它有从设计到施作，哦，这样听起来好像你之前比较强调在施作的技巧上，可是我的问题是想问设计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啊，我刚才讲了，是不是可以先从设计的那一头就开始做一些地显，或是减压 的概念，然后还有设计到后面的管理这一块，我先讲答案，讲答案。可是论述的部分你们自己再想一想，这样好吧？就这一题 ，OK。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非常感谢。